看一下这样的肚子。太好吃了。嗯。你想喝什么？我是太久没写了。等一下，没关系的，放肚里。这孩子是。你要写个脸啊。妈妈写个脸的呀。然后好好哦。哎，下雨我要认你。妈妈，我画画。画画好哦。那先。你可以描啊。就好了，就是三个就好了。那你写在这个上面，我刚刚还想说要提醒你欠我。